好一个九天皇子凤族之主，我早就该想到你和景阳没有什么区别。今日我不杀他，是看在后池和青木的面子上。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杀了他，你要是再敢拦着我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二弟，三界有多少好女子，你偏偏就……大哥别说了。好，若有一日凤染真来取我性命，你当如何？若真有那一日，我定将用我的性命解你二人之冤。景阳所过，终究是害了景剑。他和凤染，怕是难有结果了。景剑对凤染，他对凤染很是不同。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化解这场恩怨？杀亲之仇，恐怕很难解。我了解凤染的性子，他认定的事，死都不会改变的。青木，今日。我们亏欠了凤人。上古，上古，一些奇怪的画面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，届时你就会明白，那日在瞭望山，白绝残念所言非虚。你本应是这世间最尊崇之人。没看到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他很悲伤，好像一直在等什么。这里是众神打斗的遗迹，这石像定是当年神界的上神，他虽身死，但他的神念足以撼动人心。